30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 用蛤开始的故事，最后也是用蛤来结束了。要看 Mygo 去巴哈看呐、啊，巴哈都有、啊。不过巴哈都没弹幕、啊。Minions have spawned. 巴哈的弹幕没什么营养。Only perfection. Only perfection is accepted. 巴哈不能跟我一起看也可以啊，我们有这个动画派对。巴哈弹幕很喜欢爆雷，对啊，巴哈都一堆爆雷的。This art is a B 站那边是不会爆雷的。他们都是以吐槽跟名句为主。基本上你们现在常用的那些名句哦，也都是 B 站来的、啊。什么跟兄弟们有关开头的那种都是 B 站来的。还有有挂号的那一种。If I keep getting interrupted, how can I be expected to work? Oh! 我牛。太悬了，这一枪能不中。哎呀，0-2，谁在死？上路一次，中路一次，上路还是单杀。他这一巴掌差点害我吃不到冰了。飞我 OK 走。有人要被断，哼，但不会是我。Cool. It doesn't have to be ugly. 这章鱼哥，我应该是可以断到他的，没中。嗯，这一直还带强攻哦。对哦，死哥要起飞了，200，再吃两只冰上六，
I will not suffer this ugliness. 也花雕鸡八十个月。太悬了，又没打中。打快打，等你来打，打个一两场喽，喽这么好玩。大家这个下课之后也是都会跟同学打个一两把喽的吧，增进一下感情。怎么又打中我啦？偷偷的回家。很想跟同学打三国，你只要去邀请，肯定会有人陪你玩的。只是魔兽重制版，我记得要169，可能学生会没有那么多钱。那可是重制版，高清重制版。哦，这个大招！哦，漂亮的闪现。那我也要来个漂亮的狙击了。免走啦，中了，带走。The dancer without legs. 这要怎么不中？随便中。哎呦，老李，危险危险危险哦！他的老婆输出还行呢，感觉他上去给他两棒就赢了呢。They are puppets. I pull their strings, and then they dance. I knew you would find your mark. 老李没飞进来。现在我也不知道最远可以飞到哪里。如果那个人一直跑，老李是不是一直跟着吗？ I was paid to put on a killer show. 姐夫呀，一二八三，哎呦。Good to eat. 哎，被轰死啦！太多招啦！是啊，下路这个双 poke 很卑鄙啊！别得意，等我大狙。等我大狙买起来，你们就完啦。The ecstasy of opening night.
3.欸，我看那个鲁咪他们最近有在办瓦罗兰的社群比赛，我要是去参赛会不会有点太虐？哦，好痛好痛好痛。啊，好歹我也是在上次的瓦罗兰图奇杯勇夺前三名哦。Yes, the gun is what I want.我的实力大概在龟狗那个等级。那个有点久了，我有点忘记名次了，但我印象中是前三名，忘记是第三还是第二了。哦，受不了受不了，这一波我一定要开枪了。我们这怎么玩？我们这个组合就塔前一定要开打。Violent composition. Face the crowd. 大哥你这招也中的正常一点。感觉他在里面呢，这一折这样能跑的，人呢？为什么？My theater is the mind.我以前跟夜夜打 CS、哦、我 CS 也是蛮厉害的啊。我只能说我的 G 不下罗杰。哎呦，单杀 R6， 我 R6 那应该是实况组里面最顶的。I'm going to be so annoyed.我 R6 钻石，It's so difficult to work under these conditions. 会输老皮吗？老皮算是我的启蒙师傅啊。我看昨天老皮还有在玩 R6 欸，但这次老皮呢只玩大盾，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好啦，两个都得被我狙死啦。There's nothing for me. Yes. 我看老皮昨天还是前天有玩吧，应该是改版的工伤吧。
that delightful moment before the curtain goes up. 一者放弃了，一者刚刚想跟我换命呢、啊。啊、哦！鬼子重击，李信就生气了。My audience.拿守塔送双杀有赚吗？肯定没赚啊！我装备都要比他好了。Long before the shot is painful. 卖红眼，圣主亲传，钱不够就卖红眼。What?战旗 S 十一会玩吗？战旗是不是没人在玩了、啊？怎么花轮都不玩了？是我一枪啦！哇哦，这反应还行哎、欸！好，加上我的狙击，来吧！李信亮，你也是扛不住我这四枪啊！哦，少中一枪那个章鱼。是吧？被换掉的塔有点多。Art must exist beyond reason。现在小恐龙不抢吗 ？T 零啊！但很难选到，把把边。潘森死得好惨啊！你怎么133啦？哦，要抬吗？抬起来，可以。再来个大招，完美了，舒服了。吃个章鱼，章鱼也是来送的。288包能重回荣耀，我有感受到设计师最近在偷偷的微调他了，但他们一直不敢动他的 W。他一直把他的 QER 全部加强。还把他一些基础数值也调了。他们怕在 MSI 发生一些事故。我觉得在 MSI 之前应该是不会大改的。Icon doesn't have to explain himself. 动到 W， 那不得了！随便碰一下那个角色，不是起飞，不是起飞就是变大变。潘森起飞嘞！好啦，我来开狙了啊！真能跑啊！那应该还是会死。本来不想用这招的、哦。
I must wait until the composition is perfect.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建议被动改成打到人人叠层，算你就让他被动，越越吐越快就好了嘛。要不然就越吐伤害越高嘛。多好改，随便改一改就好了。反正现在还有活不了几秒。他现在身为一个后起脚 carry 的能力实在是太烂了。 Now that is what I want to see. No poet's words could match my craft. 不然就把第三下变真伤嘛，也不错啊。哎，这八龙怎么办呢？ 这边其实吃很慢呢，这我狙击枪一出，对面是要完蛋了。完蛋了，我也挂了。没事，守住了。 感觉这把我好像需要一个泡泡哎，这个杰哥好烦哦。ZU005感谢订阅。杰哥一直在搞我，那三件套超难杀的。哎，你老婆要不行啦！ 你的热在卑鄙你老婆啊！啊！潘正想起飞，我觉得等死哥大，先别，真的别冲动，没有死哥大真的会输。 It is the performance that counts. 这个小金毛坏得很啊！They will dance. They will sing. They will die. 我的天哪，劳力！ 劳力这么猛的，没事，死哥全炸了。不是，我想说这个位置，我让那个瑞空飞进来，咻咻，喷喷喷，咻咻咻咻，然后配上潘森的啊，没想到我们配合可以这么差哦。还好杜更大师开始行动了，哎，死哥出道会赢哦。 伊者没闪，那个会战就盯他，抓到你了，章鱼！好了，章鱼你闪了还是得死哦。 他那个一百趴，一百趴章鱼烧了，章鱼呢？章鱼呢？
我的天哪，杰哥！没事，攀升还能输出。这个攀升虽然打人不痛，但硬得很。不要啊，杰哥，怎么一直盯我啊？我瑞空断得好哎、欸，用命在断呢、欸。坦攀升哦，他不是坦攀升，他是斗士攀升。My work is pure. 现在斗士回血很浮夸的，他这边再来一个突破天际，硬到不行。怎么敢上来的？是七步之内刀快哦，我没办法、哦。剑魔没打，这个吃章鱼烧，这炸下就会死哦。章鱼有光盾，太卑鄙了吧！这章鱼带光盾。My talent justifies all actions. 风龙死了，风龙那是一定会死。督更大师感觉不太敢督更哎、欸，哇，两层盾还是死哎、欸，完啦，少两个人，啊，那巴龙是真掉了。这里只能有我。传奇狙击手。我闪招闪得好哎、欸。好，没事，督更大师开始行动。啊，单杀？这有可能吗？哇，还有手套哦，好硬哦。剑魔砍进来啦！啊！出事啦！
有人在打酱油，一定有。盲猜，潘森。哼，果然猜的没错。老鼠出动。卷到，可以，漂亮的一波换血。老鼠拉胜率了，那我一直都是想玩老鼠的，上一场被ban掉了。上一场那个玩一折的知道一折不好打老鼠，老鼠烂掉了。但我只能说，老鼠要打这两只真的是痛苦开局啊！开局我应该去对面那里蹲一下的。点个丢毒开始皮了。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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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支援。还好这个只要撑到他们用掉一次闪现，状况就会好转很多了。哦，我们还有凯尔哦，那可能会再痛苦一阵子。追啊！有喽！给达克斯 Q 一下，哎，还中了。感觉整体还行，维尔哥这个命可能是快要没了。这里我们可以偷偷的 gank 一手中路啊，对面没推那么快，还有个炮车，说不定再拿个阿卡丽的人头，我这把就真的起飞了。这场为啥玩 AP 的？我觉得 AP 的现在玩起来比较爽。他烟雾弹还没好，烟雾弹没好都敢上来。阿卡丽没闪，为什么不直接出鞋子？因为 AP 老鼠的鞋子不会那么早出。脚闪啊，真啊！收头。这两个没闪的，在我面前皮皮啊！被A到啊！啊啊！为什么我的血轮眼还没好啊？哭啊！血轮眼好了，他就死了。
队友刚去哪里了？队友两个都死回家了。莫慌，301开局。我刚就在等刀跑啊，应该是要好的啊，太悬了。准备再来一波偷地跑线了，这个兵线他们又要整一阵子了。嗯，阿卡里这个位置齁，只能说他应该是细跳跳啊。变鸟蛋，哎，鸟蛋剁，还有个剁，哎呦，不妙，很不妙，很不妙，很不妙，哎，真的打得也很不妙。真的这波也是打得偏丑。为什么下路的兵线长这样啊？真的刚吹风是不是？还好我现在能洗兵了。等到十六等的约定啊，也不用啊，我一件套出来，下路就开始杀了。上路凯尔还单杀了伊尔利亚，欸，这个人至少8000长分级。被凯尔单杀，好，下路现在应该就是和平对发模式了，对面应该也不能干嘛，在等电刀。Steady Church Buckle， 这波兵得吃哦。佩克要继续爬山了，佩克还没爬完哦。我只能说我已经陆续的把实况组都捞上去了。凯尔又单杀了一次，嗯，目前三路都是优势。发现东路没带 TP。
这两个是真有种啊！毒死！怎么那么痛啊？哦，真娜跑上去，顶了个虫虫，又拿了个双杀，还行呢。只要真娜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帝王命令，下路就舒服了。大波镜跑中路，不是那个大波镜跑中路，一定是有人，一定是有人搞鬼的、喔，不然我的兵线不会变那样哦、喔。那波我可是杀了阿卡丽哦、喔。哎、欸，被炸到了。今天有这一群吗？有啊，等大凯回来。救人！救人！救人！来救人啊！来救人啊！兄弟，往我们这里走啊！变成蛋啦、啊！真啊，帝王命令长得不太一样。帝王命令怎么是三角形的、啊？他们一定贪这个塔皮，我告诉你。你们已经死了，不会贪那个兵了。好、啊，塔皮可以给了，溜了溜了，去做老鼠该做的事了。太郎。那个塔该给啊，十四分才掉，已经算是撑很久了。欸、他开我一枪，我会扣血。凯特琳没闪，哦，好像哎、欸，送头，没有汉秀，汉秀，汉秀。哇哇哇，他这个飞回去这么秀的、哦。建议你各位别冲动啊，我没魔啦。800元得拿下。他第二件火炮欸，他没伤害了。
电刀现在这么强还不出哦？电刀现在是 OP 装哎，连我 AP 老鼠都想出一下了。秒杀我了，我手比他长，他也要碰得到我。2700块，50攻击力，40%攻速，20%暴击，这么神的装备。什么排位 ？Diamond One， 电刀把吉恩克斯救到 T1 了。嗯，他把暴击 AD 都救起来了。现在你只要是想出暴击 AD， 就是先电刀。电刀鱼叉无尽三件套，蛮强的。然后我们两个这么兄弟的挺你，这毒蛇吧。哦，还有个伊瑞利亚，哇，赚烂了，赚烂了，赚烂了，要结束了。跟他一滴血不回家。玻璃打逼，你不要接近我们啦！玻璃大逼，修塔尔克的生日礼物没有了。那可是辛梅尔最喜欢的生日。老鼠出恶意会有料吗？超级有料，整场伤还会变零。成长下来还会显示一个伤害零，你也看不太懂。等他回家，偷偷的吃冰。我要三件套了，他还在火炮。哎。阿卡利，会玩浪人崛起吗？浪人崛起哦，那是不会吧？我在想玩龙族教义。龙族交易好像是泪魂嘛，
哭啊！突然死光光啦！再会了，巴龙。为什么不走？还浪费我这闪现？被一个一杀的伊尔利亚给留住了。人鬼山开打之后，我会当助教吗？究竟是要挺米米还是挺米呢？我能帮一个啦。我看龙族教义那个 PV 看起来很像，很像泪魂那一种。反正就是有 boss 可以打嘛。我挺那位跟尬的 ZZ 很好的狮子玩，一定挺了，一定挺了。为什么这个凯尔等级越高，可以死的越多？好痛，好痛，好痛哦！米米也有打，有啊，两个都有打。进化扣这么死哦？其实这个进化只有对线会用到而已，后面很少用到。外塔都要给了。哎，追到了、哦！一换一，丁义有打啊，丁义有打。哎，等我冒冒出来了，比较需要 AD 老鼠，还好吧，已经两个 AD 了，两 AD 两 AP 差不多。啊，这个冰鸟根本就不是 AP 的，哭啊，这个冰鸟是一个坦克啊。卡得好欸，疯子要来了，疯子要来了，好多甲，去追杀的那个死了，为什么他可以一到五啊？妈凶悍吗？哎，凯尔追不到了，不要了，哦，不要了，真会死啊！这个冰鸟其实我还没看出来他到底要出什么、欸。这个回去应该是面具吧，恶意啦，先来一个恶意。
大家都三件套好好的，就你一张。那怎么是大天使？不要伤害了。这是一只怪鸟哎、欸，超级怪鸟。哎、欸，缺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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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缺一百，还缺一百。还缺一百，还缺一百。我晕到嘞，算你没伤害啊。但你是真硬啊，你是真的硬啊。我认可你了，润冰鸟，你是我看过最硬的。他如果再来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下一件会出啥。他下一件还是坦装哎。会是什么坦装呢？是冰心呢、欸，哈哈，真的是冰心哎、欸！他是要把所有的魔力装都买起来哎、欸。三千多的魔了，是你随便出一点伤害就很痛的啦。因为我就觉得会战一直都没伤害，怎么都斩不掉人的。哎，疯子来了，疯子来了！完了完了完了，疯子这波很强，铁蛋快跑啊！把卡莉把我杀了，感觉需要一个泡泡。巴龙优势又没了，巴龙还在手上啊，不用担心啊。这波对面两个 TP 都没了，他们完蛋了。风之谷结合已经用完了吗？风之谷我好久没登了、欸。哎，阿卡莉，完了，风子要来了 ，Holy Fire！快跑啊，铁蛋！正面没人扛得住，铁蛋啊！不行，等等，先处理阿卡莉，这个东西有点太痛了。鬼转惊人啊！我先一个泡泡，再一个惊人啊，然后再刻灌水一千 AP。
1000多块不出装吗？1000多块哪出得起装？那个东西要1400块。反正也好，有了被动毒的死人啦，当然毒的死啊，现在就毒129，还有影焰的暴击伤害250，每秒250的毒伤，60%一定死。不知道进来了，有了，杀光了，有人在切鸟蛋啊，不是啊，鸟蛋要被切破了，鸟蛋被切烂了。好硬的鸟蛋，这个铁蛋真的很硬的。我感觉刚刚凯尔如果帮他补一口大的，说不定会。下一波有闪啦，他们完蛋啦。还出惊人，没钱啦，我有泡泡就不错了。还在这个时候死掉。巴龙要给了。只能稍微过去搞一下，搞一下了，用我们的远距离优势poke一下。啊、卡莉占领了这个草。哎、欸，我们是没进来。兵抢没把他卡住。凯尔，这能拍吗？可以。五个都活着，开始推进。16等凯尔，我的超人。到两个，放心，有我在。哎，这个W 还没好，是啊，他怎么有个复活甲啦？哭啊！
哦，打断了，但远古龙，我看是准备守家了。要偷吗？要拼吗？鸟蛋。 阿卡丽又在我屁股，又给我大！哎，对，又是一换一，撤退！是啊，这个阿卡丽。 超级自爆兵哦，一直冲进来跟我自爆。我今天把炮炮升级了。哎呦，这个冰墙变鸟蛋了，很不妙，很不妙。10秒，7秒。 兄弟们，帮我撑3秒。OK， 阻止一个。一切都还不好说。 真娜来了，卷到了，躲过去，卷起来，漂亮，有救了！哎，对面没赢过，有小偷。 怎么会输哦？我也想知道怎么会输哎，为什么啊？40几万的输出要输哦 ？OK， 开扁，这把奇迹老鼠准备登场。 抓到你了，伊德瑞尔！躲在这种地方，躲在这种小角落，死吧！一换一，完美兵线，对面两个没闪。 是吧？无敌老鼠即将诞生哦！对面没闪，兵线长这样，等等走过来，就是要死。啊、Bread棒！酒桶，你家要被偷吃啦！ 再一等，我只能说对面也不遑多让了。我们会先升3等。 有喽！哎，还多一个卡特，哭啊！为什么不好好吃冰呢，唢呐？
这么多的兵，我们吃一吃，升上四等，那不是乱杀吗？ 索纳斯破位输，索纳斯破是不强的，有一点点被纳蒂鲁斯扛着，三七开，但我们可以不理他，我们等会去跑线，哎。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可以开始吃下路塔皮了，再吃一层。怎么啦？九董怎么又死啦？ 这个那地鲁斯是又有什么大胆的想法了？这个纳地鲁斯是又有什么大胆的想法了？我这波要赚烂了，龙兽不知道这波能不能上六？九桶还零三一哦。 这怎么感觉操作怪怪的？四个 AP， 谁是 AP？ 这么多 AP 了！哎，快跑快跑，卡特来了！我是真实伤害，龙兽是斩杀，我们那有四个 AP。 感觉还在呢。 今天是僵尸大结局，僵尸已经大结局了。哎，啊怎么勾到我啦？送头啦！哎呦，精准命中，接杀出局。
老点闪肯定是不会死，但我觉得有反杀的机会，而且应该是能扭掉的。以我的老鼠步应该是要能扭掉的。对，这边在偷吃龙哎，我上路单杀，难得，百年难得一见的杰西赢线了。这个本点要拆。好，白色电脑渴望挖矿。真的，今天 Hail Driver 啊。地狱车手必须先来的。OK， 漂亮，二换二。二换二，三条虫。褒贬不一吗？非常遗憾，是一款压倒性好评的游戏。养他，这啥？不是你也叼一下伊泽瑞尔也好啊，也能杀。出色，出色。对，刚叼一下伊泽瑞尔就杀了呢。哎，酒桶也出色。酒桶才是这一场最惨的零四二。Hollow 的游戏可以四人连线。Hollow Life 啊 ，Hollow Life 什么的是真不熟啊。那可以玩一下。唢呐竟然还出了伤害的。水哦 ，shut down。想单杀我？没有，有兄弟。得处理这个卡特了。奇迹的老鼠怎么了？奇迹的老鼠开始发生了一些意外，我觉得要出一个保命装，这样应该不会死。突然死的有点太多了。一场怎么死到七次啊？宙斯上身了、哦。哎呦！
吃到毛了。又要豹女派送无敌卡特，他无敌不了多久啊。会战就是唢呐叼一下，龙王叼一下，他就死了。哎，这炮没中，尴尬。劳力，劳力操作神奇的，这劳力的操作不可思议。阿 Q 没中。你们就站在眼上回家哦，不演的呢。这里怎么永远有一根粉眼啊？谢谢你25块，还有30点经验值。这场难分难解，这场要打很久。八龙关键，我有看迷宫饭吗？有喏，有看一点。现在后面都看什么 play 棒啊，什么都没空了，没那么多时间看。哎呦，这个天赋漂亮啊！好吧，我们就好好的拉距离，不要被卡特靠近了。Michael 是可以看一辈子。想想最近还看了什么，我看一下我最近还看了什么。葬送的福利莲还有金字塔游戏，那是要等大凯，那一定要等的。羽色协议早就看完了。哎，救我！哎，不用救了，我在送炮。哎，这车转得过来吗？转过来了，驾驶出车祸了，没闪呢。叮！非常激烈啊，这一场。李欣本场最佳小丑担当，他打的每一波都是奇迹操作，我都不敢想的创新。他的技巧朴实无华，但他有着创新的心。
more delicious mold.我们野区怎么都是黑的，别担心啦，对面的也是黑的、啊、你看他要来 face check 了，我建议啦是不要恋战啦，这个应该是一个捞力要来了，刚刚那个西西券那样子还能差点接不到的，啊，直接八龙，太大胆了吧，直接有一个粉眼在这里耶，掉欸，还真的吃得掉欸，不管了，硬吃了，那边天赋已经下来了，等一下你自己加油，吃掉了，快走，吃掉，吃掉啦，吃掉了，看能活几个嘛，活一个还不错，有一个龙种，这样等至少可以连推两座塔。这个牢里有一个狂怒九头蛇，不知道到底是在玩啥、啊。吃果汁，不是我不吃果汁，我不毒爆没伤害哦，没办法、哦。我这个平 A 又不痛的。龙兽。这样没喷死，没事，统神补了一下，就找卡特了。哦，啊、这么突然呢、哦？我去杀他。他已经在这边，出点意外，怎么没开到第三枪啊？吸魔剑，我三枪下去，每秒三三滴就把他烫死了。杰西痒痒的，杰西还蛮痛的。哎、欸，这索纳有大天使哎、欸，跳锤！哦，捅神很痛。那个踢过来应该是卡特，这一次危险了。哎嘿，加菜！对啊，他怎么没中啦？是了啦，天铺下来喽！
还好有天赋，卡特以为自己可以一直爽杀我，我泡泡一出，我看他怎么玩呐、啊！不行嘞，我还是得要大冒冒了。我41期还要输哦，不会输啦，这怎么输？没冒冒伤害会不够啊，急需冒冒，急需冒冒，让我拿两个 shutdown 就好了。两个 shutdown 帽子出来，每秒毒150滴。你看这毒这么爽、啊，这个空招这样子要死人了，个残血暴毒，嘿，龙兽一直偷喷，好、哦，老李开修了。哦、这个天赋下来是真的帅啊，毒死了啦！谢谢你，李信。这场还好有你。真假要吃哦，我就29点魔力耶。好啦，舍命陪君子啦，这里一定有人会死啊，该走的快走，我还有想反杀的心哦。直接冒冒了，怎么敢吃的？哎、啊、呦，又吃到了！你也不用多问，就吃到了。你看，又吃到了。我4件半了啦，无敌了啦，伤害整个拉起来了。
是吧？要不是我有推中路那个兵线，可能这里兵营都要没了。这个游戏我竟然已经游玩了2个小时。 带巴龙兵，他感觉会飞过来，而且我刚好就在那里呢，很尴尬。 刀怎么会刚好掉在那里啊？太悬了啦！哎，老李要鬼踢了，完蛋了！没事，老李死了，帮我撑5秒。 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手感感觉怪怪的？再一场刚好大凯回来，今天我觉得 feel 有点不太对。你绿毛虫养的够久，它就会进化成大恐龙。 造性加牙术，暴鲤龙是龙吗？暴鲤龙当然是龙啊！500年呢。 哦，那是500年呢。 偷偷的，帮中路消耗一波。怎么有火人中路？时代变了。 我也被消耗一波了，甚至都还有牙术上路了。这个双流星破壳，头真的是会破掉。 你要这样换我，我是没差啦。但我相信你们接下来会死得很惨。Fireman， 他没有闪。哎，说不定还是我的头哎。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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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感觉还能越呢，兄弟们怎么说？兄弟们，他没闪了，给他一炮！哎，可以，又是双杀。OK， 下路闲闲没事就来去搞中路。我赵信超爽的，一直捡到头。我这把真的菩萨心肠啊，到处支援队友，不求回报。又拿150，漂亮！支援大成功。那这个家伙怎么意外的硬啊？深藏功与名，中路本来大优的。大优还不是我一等去怼他三下，怼五下，我一等怼了他五下。可以，这个链子漂亮。我怎么成仙了？菩萨本来就是仙呐。OK， 下路只要兵线处理完，你就绕跑。虾味仙哦，虾味仙到底有没有毒啊？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奇多爆蒜虾味，那看起来好好吃哦，好想买哦。哎，完了完了，赵信要被拉进垃圾车。哎哎，垃圾车乞丐再冷驾照。现在只再走一个。看我扭腰了，他哭啊，扭不动了，他应该也会死。闪现 Q， 算了，让给赵信吧。最终还是决定了闪现 Q。 赵信怎么拿了四个头之后连死两次啊？我这菩萨不是白做了吗？支援中路，下波兵线不太好，这里应该不好支援，先扛一下下路。
文件。请支援下路，赵信，请支援下路。拉扣苏梅闪。这粉眼必须得掉。没闪的拉克斯还敢走出来啊，死喽！一直捅，一直捅。阿罗斯再缴一个铜闪，撕一层皮。一层皮刚好大装。如果对面动我，我感觉可以再杀他们一次。哎、欸，还能再杀哎、欸！快点，法洛斯没招，捅他，捅他，捅他，漂亮！想卡兵线，我直接给你断断死啦！再会啦！塔利亚没闪，南无阿弥陀佛。还是买这个好了。刚刚不解那个兵线，头会有点痛啊。Shut down。哦，这边也 shut down 了。八个头的赵信，只刷了42刀，野怪通通没在打。他买发电机哦，伤害感觉好像不够吧？发电机才电90。这个要打有点难度。还好法洛斯走上来送了。白灵莱特，牙树炸了，牙树有能不炸的局吗？哭啊，里面有眼哦。牙树还跑下来支援呢、欸。
加油啊 Fireman， 感觉你能反杀。有了我亚树，亚树补充到营养了，他再也不瘦了。为什么会缺魔？因为我一直拿魔来洗兵啊，不该拿魔来洗兵的就该拿来杀人的。像我这边直接走出来，我就该把 AD 杀了。现在这个法洛斯是怕我怕的要死啊，看到我他就是烂命一条了。Never falter。我看到他完蛋了。封印解除。真晒，这样还能不死？看到坦克车哦，我是不太怕那一只啦。我赶快发育，把我的这个缓速先弄起来。我可以把它缓到动不了的。全伤害卡玛、欸，对哈，等等，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 VPN 要推荐给大家。你看为什么 PCS？这个日本队打香港队还能这么顺呢，就是因为用上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用的 VPN。 等等，马上来分享给各位，这个应该在这边拉弓吧，死吧。会修胎那是有人 DDoS 啊。在恶意的 DDoS。不然就是触发了一些奇怪的机制。那游戏有很多机制触发之后都会很麻烦。然后对面这个在送头毒石，两个 shut down， 赚烂喽！亚树很怕，不是亚树就在旁边一直看戏，刚闪过去，他还不闪过去刮风。为啥不多兰戒啊？因为多兰戒一开始对拼位拼不赢。老鼠一两等一定要拼出一个人头啊，吃兵稳发育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会出面具吗？不会，那你就是冒冒，然后一直撑 AP。所以法洛斯有闪，但我还是要杀他。那里还有个粉眼。Never fall.战车，战车来送，弹过来，这个战车也太贵了吧，1500+啊，战车没出坦，出坦对老鼠是没有用的，我打人都一样痛，真实伤害 you know。 I'm on to you. An enemy has been slain.战车踢上去了，等等会这一群啊，会啊，等大凯5分钟啊，这火人都可以单杀战车了。嗯，哎呦，垃圾车先被烧掉了。我在想那个血量，怎么还能不死？亚树一个人默默耕耘呢，就没有人要帮哦，这个很难吃哎。不是啊，赵信快来啊，真的吃不掉啊！还在那边，还在那边给人家突突突突突，真的吃不掉啦。亚树哦，亚树这一把基本上就是来混的。他混分混得很好。我并不这么觉得。哎，你在我左边。OK， 再见。有个护盾，不知是掐怎么还在啊？再来一根大棒，像我们的缓速哦，就可以有这个94%。
基本上是可以让敌人动不了的。他出了一个废装破船，然后战车是必出破船的，因为他那个小子弹会触发破船战斧，那个是他的专武。移速不能低于15，又在云，移速最低是110。刚想说这里直接来一首弹跳老鼠，出色出色出色，出色出色，队友快送了，亚瑟在飞，还在飞呢，那个也毒死了吧。我看戏招还没好，要是招好了我一定上哦。途径，完了，这边队友都在送头。哎，法洛斯可能是不幸的要被。是啊，我刚刚可以连续缓速的啊，刚刚忘记按毒爆啦，毒爆两次他就死了。出面具吗？面具很烂呢、欸。出面具我还不如出那个会加速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星河疾驰，我觉得星河疾驰其实蛮强的，蛮配老鼠。这边就最后一件啦、啊，看要出花还是星河疾驰啊？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啦。哦，这个 TP。我的强势期过了吗？现在就是我的强势期。法洛斯从不害怕有老鼠。走走走，假巴龙假巴龙。哦，龙魂龙魂
龙魂也没败。是我们两人八龙，两人龙魂。哎、欸，对面在偷吃八龙哎、欸。先去处理法洛斯，在这附近。哎，对，我也死了，哭啊！哦，怎么被他这个大招打到了？为什么不找闪？出个花好了啊！烫死！最后一件改惊人了，女妖可以改惊人，但是女妖有120魔攻哎、欸，好多、哦！哎、欸，我们分到八龙啦。有出过巫妖吗？还没，没位置啦，这几件都换不了啊。暗影之炎核心装，死木之花倒是不一定要啦。惊人也120，惊人有120哦。世界不错，世界偏烂。车车车，在我们家里，快来得笨蛇喽！好得而已啊，笨蛇车开到家里来哦。奇勒斯都不想出世界，世界卡玛跟奇勒斯会出吧？那这样会被 R 呢？最后可以把鞋子换掉，也是啊，他赵信他还有个大招，把鞋子换星河啊，很贵。还输107%嘞，绝对是可以让这个战车100%动不了。107%粘得很哦，会战最主要丢这个就好了。会战就是负责把这刀丢出去，然后关键时刻大招补一下，
要结束了，毒死！ Never fall. 丢出去，很短，丢一下，再丢出去。 哎，对，哭啊！我被斩杀了。这边来开刷哦。嗯，对啊。 大凯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啊，大凯，大凯，那估计是要晚一点才会开始了，大概到家11点，应该是不会那么晚。 无主播不是打僵尸不能没有大凯，480万输出，休泰加打满，有休泰吗？那最后一把要结束啦。 第7句赢啦，这组合。引发什么内战？不是，大家都唱得很好啊。偶像大师没破完，时间到了就会破完了。 Minions have spawned. 来了，我要来一等，给这个家伙丢个6下。这小鱼人还不露头。 妈，我下来打他。 没败。开局先来给他一个小小的老鼠震撼。猫猫下车，这个兵 OK 回来，走了。大凯要回来了，等大凯回来啊。应该打完这一场，大凯就差不多了。初步估计11点15左右。 哎呀，好痛，好痛，好痛哦！哦，那个双 poke， 家老鼠哦，一样啊，等打野。哎，有人喷闪嘞！进没闪了，进没闪了！有救了，有救了，下路等支援。
这个汤姆杰利组合急需支援啊。直接飙车咯，可恶，跑不动啦，能回头了啊，我鬼步没啦。对啊，猫怎么不下来 A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他怎么不下来 A 啊？就剩一滴血、欸，对面应该很难再压制我们了，我们随时要回家的。但我们送他一程也不是。现在被打中了，确实有点意思啊，猜得真准。哎，猫没魔了。猫，你不是下车普攻可以回魔吗？上中已经是 AP 了，上路不是 AP， 上路是一个坦。猫猫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哎，被烫死了！这里兵线可以不理一波。是啊，配猫前期痛苦一点啊，越后期越强啊。好像没什么事情呢。没后期哦，没后期那一定是打野在搞，都选猫了还不保他到后期。猫猫就是来想办法躺到后期。 AP 大猫有用啊，超有用，它会强化我的 AP，强化我的 AP 伤害。史丹利要抽签了吗？史丹利抽签哦，不是幽武啊。
哦，好多东西在飞哭啊！我怎么没六？我刚刚少吸了一点经验值。啥组合？老组合了，双狙。送走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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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贪塔皮，我又吃不了塔皮。上路这个坦克大战应该是不需要看的，来把粉眼清一清。请求支援，下路请求支援。感觉我们 AP 好多，再次澄清，我是真实伤害。哎，他刚刚第四枪不是变了吗？他怎么有两个第四枪？不是，他有问题的，怎么有两发第四枪？我刚刚明明就听到那个枪声了。这一群贾文的责任编辑是谁？丁毅，有贾文丢他那里。哇哇哇哇哇！好强大的火力！像剑没杀到啊，好亏哦！哦，要是有大装就好了。你可以去他跟硕哥哥的那个男童俱乐部 DC， 你要本人私讯丁毅才找得到。我有收高，有收。哎，丁毅，有人要进男童俱乐部啊？给他们 DC 啊！走开啊！还要帮你写假文哦，你借给他们。看麦。拜托看麦。好，你们有需要的自己去私定义，再会。加入的皮一直被啃欸。
哎，猫猫发力咯。毒死。把这毒死。哦，猫也死掉了啦。什么 MK 也要学老鼠哦，没问题啊。还是 MK 参加一下人鬼，你带罗杰冲击人鬼，那不得了了。世界冠军有100万美哦，而且是独拿，不用甩门。觉得这里有点怪怪的。哎，刚有眼哦！哎，早说，早点拼，我就点掉了。他要是早点拼，我一定点掉。釘他，哎，漂亮！感觉他想尿尿。该溜就溜，哦哦哦，酸哦酸哦。太好啊，兄弟们，撑不住啦，真撑不住啦！哇，飙车！被刹车了。最近保底速度加强了，没有加强，不要再，不要再幻想了。Riot 根本不想加强那个角色，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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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Bread 棒！第二件影院吗？是第一。好啊，他怎么两件套啊？哇，老李老李能秀哦，放个眼给他盾。为什么敢打？我不敢打，他留住我了。大凯到家了，大凯那个距离能到家，除非他搭飞机啊。大凯直接原地起飞才有机会啊。从淡水到101耶，
棒棒棒，不雷棒。那就算用虚实虚，也得要个几分钟吧，还得先找到垃圾桶。想补这个第二剑可能是来不及的，这波不是很想打这一波哎。大凯逃之夭夭。大凯竟然逃之夭夭了。绑到哎，该走了。上面完全不知情，谁逃之夭夭了？狠狠的把他毒死。再弄一波好了，再弄一波我就再有一根大棒了。你要怎么还没出啊？大凯最后播报了，说大凯接下来要去 Pokemon 了。他还有要经营全新的 YT 频道啊，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大凯与猫。嘟嘟嘟嘟嘟嘟，没有任天堂的世界啊！一堆游戏出在这 Switch 上面，三十帧，要毁灭任天堂。哦，好痛好痛好痛啊！有三十帧，有啦，稳定有三十帧哦。记得先去找肖老师当伙伴，肖老师感觉随时都会叛变的，不好。我们要找那些真心为了游戏业界好的人，像是大凯，独占这种行为不可取。凭这什么操作啦？回旋踢把自己踢死了。要假巴龙喽！
快跑哦！我打野死掉，好伤啊！龙团？为什么刚刚这个会战感觉好像没有阿奇尔啊？啊，李靖怎么又死了？龙要给了。中路是坦克，上路也是坦克。李靖是送头怪客。在我有帽帽之前是不太好处理他的，建议大家真的是不要冲动。溜了溜了溜了，打太久了，哇，连送两波大的，三娘都要无敌了。哎，好痛，推一个哎、欸！神推一个，推到我的旁边好像就不是那么神哎、欸。完蛋啦！憨包！这个蝴蝶超快的，哇，血轮眼哦！谢谢你，阿奇尔。虽然这一场是李信在搞，劳力就打了一个一万九。等大凯五分钟了，再打一场应该刚刚好。可以 ，First Blood 了。下我这边精彩的，我这边关键时刻了。开局拿手杀，这把没什么好说的了。嘎嘎局，哭啊！这人把三只兵吃掉了。那我这人不能两级耶。章鱼要两等哦。
直 A， 一直 A。一直哎，不用 A 了，老李来了，哭啊，三摊 game， 好可怜，玩这种三摊 game 可的。哎，地没鬼步，这边也要三摊 game 了，但这个感觉会失败呢。换掉一个豹女也倒了，章鱼为什么也倒了？高几率十五局。这场配章鱼是可以打个压线的。蟹还在，让我偷偷的来一波中路。沙皇等级蛮低的，哎呦，清慢了。大丸也飞升了，大丸终于也飞升了。哦，我的小兵，哎，他竟然可以！他找到我了！那他怎么找到我的？怎么可能呢？哎，对，阿里还不帮我把这个兵线清完。是哦，我只能说对面是鬼哦，他这样子可以找到我。哎，他等一下，带走。他打一个中洞打到我，哎。标题看起来就很不准啊！他标题都告诉你是 B 站评分的，那可是 B 站。华人区最大 ACG 网站，交响情人梦有算吗？有算啊，冷门。有这个 poke， 林肯帕，
can't even taste the air up here.放错版本了啦，哭啊！这时间还在打咯，因为在等大凯五分钟哦。这边没六等也敢上了。溜了溜了溜了。大凯的五分钟有点久，没办法，必须要等。这一群不能没有大凯。这一场的 AP 是真不少，有四个 AP 耶。章鱼也有一点真实伤害。带走，带走。还有人抢我人头。哎，于嘉怡，你们好，大家好，我是嘉怡的好朋友 God JJ， 大家有空也可以多来我的台看看。上次那个凯瑞那个尾牙的时候有见到吗？说知道世界尽头。哎，给没看过我这一台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台呢是那个技术英雄联盟台，偶尔还玩一点其他小游戏，欢迎大家的抖内，订阅无上限。等等就要来 Halo Driver 了，有多 AP， 队友 AP 跟我真实伤害老鼠有什么关系啦？他们要 AP 就 AP 啊。阿奇尔感觉想开车嘞，他这个沙兵这样放，应该是准备要开车了。等一下。好，把这个眼拆掉，三枪把他带走，好不好？他这样都敢走出来了，哎呦，看子弹，哼，你
以为蜗牛，哎呦，有点水准呐、啊、！RQ， 李欣没R了。他 RQ 放得好，没办法。我发现对面就一个李欣在打。哎呦，哎呦 ，Faker， 还想走啊？拿迪卢斯 ，slow。再加码一个凯撒。卢斯，啊，你不要尾刀啊！哦，就缺一点。换走哥，换走哥。原来女妖面纱比暗影之眼还便宜啊！暗影之眼原来这么贵啊！刚应该围李欣的，我那位置看不到李欣。大概都是用跑步回家的吗？那当然喽，省钱喽。要是每天搭车，那播报费都不够用喽。我从树林到淡水啊，不对，我从树林到信义区，那是很远的。Uber 也要个300吧，来回刚好播报费没了。看到我了，嗯，暴风杖吗？主播们呢都是没有签约的，没有公章。如果大家可以到电竞馆多支持一下电竞比赛的话，让我们的电竞环境更好一点。虽然还没盖，哦耶，又毒死一个。韩国的那个 Low Park 好像其实赚的还行。嗯，感觉我能杀他哎、欸，他们有 Faker， 他们有 Faker， 我们有 Maple， 有东山啊。哎呦，差点中弹，哭啊！好加载哦。
我们有什么？有俊佳，有这个 Betty， 有 Maple， 有 Woody， 瓦可、凯文、Dogo、Fofo， 这些明星选手都朗朗上口的、哦。你看他们要是出周边，大家还不买爆。我们还有什么以色拉？以色拉这个前年也拿了一个激斗峡谷的世界冠军。哇，感谢唯一信仰这群玩家，你就是我们今天的最爱名单了。拿完一罐就解散了、这样就不会有人再超越他的成就了。一大于零啦。看一下大凯要回来了没？大凯存款3000万，何止3000万？